rap 叫卖歌，拿克抢抢棍。这个穿着蓝白拖的老板用 rap 跳针式的叫卖，真叫人洗脑啊！云林这间开了11年的五金百货店，49岁的杨老板每天都会站在市场路中，用 rap 加上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叫卖。别以为这样很搞笑，狼 K 可是源源不绝被吸引而来呢。因为还蛮性情的，所以如果说有缺什么东西，我会来跟他买。懂新闻，感觉老板好像缺了这个报道。